都服死你了。我起来八个煤都能起来晚，吃屎都赶不上是吧？我脑瓜疼，我昨天晚上喝那酒肯定是假酒。那老庞让你去，你也敢去喝？他能花钱给你买真酒吗？那我也不是冲老庞啊。那啥，二嫂照顾去。老庞媳妇 啊？哎呦我天，你那老娘们那脸上长的褶子，那比咱老脸上褶都多。你管他长啥样呢？哎，但是啊，就二嫂那小菜烧的啊，就那小味儿啊，哥，闹闹。你不是商量到一边啥去吗？现在寻思嘛没用的，赶紧的吧，再晚了他都没渣子捡不着了。哥们儿，哎，哥们儿，哎，哥，哥，哥，哎，翻翻看看，哥，咋办呢，哥？跑！快点，老二！别跑了，老二！啊，别跑了，歇会儿。哎，不行！啊，操！缺氧了。本来也没人看见。哎，一会儿进村咋整啊？这东西也藏不住啊！这玩意儿不能往村里带，那咋办？哎呀，接活呗！哎呀，打几颗烟呗？抽没了。抽完了。哎呀，跟我来这一套。是啊，你找谁呀、啊？我找我师傅，张师傅。找老商啊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早回家了。明天等他上班了，你再打过来吧。啊？哎，哎，你好。哎哎，你好，我这马上得出发了，路上打电话不方便呢。啊，你啥事你跟我说吧，我给你告诉一下子。谢谢啊，您就说。他
他徒弟小辉礼拜六开车路过双鱼河，想去看看他去。好，没问题啊，我给你告诉一下了。哎，谢谢啊。你注意一下伤口情况，明天早上呢，我去查。哎妈呀！哎妈呀！不能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啊！同志，听得见吗？病人家属呢？病人谁送过来的？我老远见一个老头把他背来的，把人放下就走了。这肯定是没钱看病，爹妈给丢在医院门口就跑了，估计啊治好了也没人来认。父亲要死，张大夫，这人来历不明，回头这医药费救人要紧，还是先跟院长打声招呼吧。院长已经下班了，先进县委抢救吧，明天我跟领导说。师那可厉害了，一招铁齿功响彻江湖。想当年大师走南闯北，四处登门造访，才习得此绝技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的风扇在高速运转，我们大师开始运功了。是气气丹田，然后是大师灵光一指，风扇停住了。谁啊？我英勇。啊，进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叫稀客呀！啊，这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？哎，这话应该我说呀。是是是，往反了整。是，嗯，那有事啊？啊，你原来是不是有个徒弟叫小辉？啊，对，小辉儿。嗯，完了，刚刚给厂里打电话了，说周六出车路过双鱼河，要过来看看你。我这不特意来给你送信儿来了。哦，周六几点呢？没说。哦，那这咋的？这练气功呢？啊，没事练着玩。你上次你练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保卫科的嘛，人民卫士。碰着个小地赖啥的，发生点肢体冲突，有备无患。哎呀，这屋里这么多书呢！哎呀，孩子自来熟，奥秘。嗯。哎呀，这墙上贴的都是飞碟啊！这我听说你还自己写那科幻小说呢？对，这倒是真事儿。来，你坐，我跟你说。
是这样啊，我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科幻小说啊，来探索一下外星人和地球人之间的关系。嗯，你看啊，尼比鲁星球的阿努纳奇人，寿命长，体积大，啊，人高马大。哦，但是哎，平均年龄啊。上，我今天还有点急事儿，要不咱们改天再唠。也行啊啊，哪天咱们是吧？敞开了聊。行，展开了聊，你感兴趣就行啊。这些个外星人啊，他们会在地球的隐秘角落，建这么一个秘密基地，监视着我们地球人。谁让你自作主张把那人弄进来？院长问我呢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昨天病人送来的时候，领导都已经下班了。我是想今天一早就来汇报的。那得先汇报啊。你有什么权利私自接收病人？不是主任，患者昨天那种情况，如果拖到今天救治，很可能来不及。那救死扶伤要分对象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从哪儿来？什么证件都没有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你干什么去？把人送出去，扔到边儿。哪儿送来的，再送回哪儿去。人在外面死是一回事儿，进到医院送出去那又是一回事儿。人是你弄进来的，你赶紧找他家属。找不到家属，医药费你自己垫。那找家属同时，还能继续救治吧？行了，你出去吧。哎。王叔，体统放这儿了啊！呀，这不桑拿室吗？下班不回家，在这干啥呢？跟我徒弟。啊，那是哪个徒弟啊？写小说的还是研究外星人呢？跟我学开车的。啊，有点东西。咋的？今天陪我值班呢？看这个意思是什么事给耽误了？别等了，这都几点了？不等了。哎，啊！我以为我工作证呢。
是暖棉厂商全亮商师傅吧？啊，对啊，我们是省公安厅的，有些事情需要跟您了解一下。商师傅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，我徒弟小辉，淳于辉。你知道他的具体职务吗？他是开车的，我教他开的车，他说要来看我，一直也没来。他怎么的？他犯事了？他开的车发生了爆炸，他在离车几米开外的地方被炸伤了，至今昏迷不醒。他在出发前是不是给你打过长途电话？对，打过，我同事接的，然后他转告我的。那就对了，他本来是要来双鱼河的，至于路上为什么会发生意外情况，我们正在调查。警察同志，我徒弟这个事儿我不能不管，我有个建议，你说你们能不能把我借调到公安局，我帮你们破案，缉拿凶手。这个事儿我们做不了主，张师傅，如果你要能想起什么其他信息啊，及时跟我们联系。明白。咋回事啊？如果是单纯的货车着火案，人没死的话，不至于惊动省厅啊。那咋回事？估计是卷进什么大案的里边了。小辉是我手把手教大的徒弟，按说那个人品不可能的。这跟人品没啥关系，他不犯事儿，架不住事儿有他呀。这么多年啊，这么多案子，多少受害者都老实人呢。谁害的他？因为一般人害不了他，他那个身手虽然比我差点，但是两三个人进不了他身。老舅，就你这个见缝插针吹牛的天赋，我是真服。分析案情呢？什么吹牛？行，我帮你打听打听，到底是卷进啥案子里边了啊？给你提供点线索，好好分析啊，老舅。嗯嗯。那什么，那个帮我打听打听，他住在哪个医院？行，你等我消息吧啊。问着吧，小辉在南安市人民医院，情况不太乐观。淳于辉在哪个病房啊？淳于辉在二号病房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找谁？我找淳于辉，是我徒弟。哦。我来看看他。病人现在是重伤昏迷，看一眼就行了，千万别打扰他。小辉啊，小辉还认识师傅不？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儿？你想师傅，师傅去看你啊？这大老远的，可
开个大车多不安全，你先立好好养伤。等师傅离了故国，进了国海局，就把海底那些凶手绳之以法。行了，别打扰他休息了，等明天再来。 五虎到双鱼河了，拿去，出去吃，快点，凉皮进来啊。 算了，哎，去找单子上门，钱省着点花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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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我说跑了那个钱呢？行。什么了？吃饭没给钱，撒腿就跑，我这童年。满门一瞅，保卫科的，为什么吃饭不给钱？叫什么？夸你呢？傻子呀，刚点菜的时候不是挺灵光的吗？你真傻加傻呀！你再这么负隅顽抗，我要执法了。站起来。出去去！分文没有，去公安局了。不算请他吃饭了，做好人好事儿。你算是遇到善良。我再给你煮一份啊，一会儿带回去。这两份我都请了啊。那不行，无功不受禄啊。哪无功啊？帮我追那个白吃白喝的傻子，还摔一大跟头，这还无功啊？哎，雪雪啊，哎，你一说这个功啊，倒是点醒我了。你坐下，坐下，咱俩商量商量。你说能不能就刚才我见义勇为这个事儿，你写一封感谢信，再弄一个锦旗，然后送到我们单位去？你不是现在都讲究做好事不留名吗？这咋得留名啊？因为留了名，我就能立功；立了功，我就能进公安局。一进公安局，保卫科的位置自然就是大你的。行，我今晚上就写表扬信。我张了锦旗。咱这个锦旗是立等可取不？两天。加个急呢？这不加钱呗。没问题。写啥？你这么的啊，你写商工全亮，见义勇为，字体得漂亮，楷书。老板，啊，咱这儿有那个吹鼓乐队吗？有啊，你要多少人呢？小规模就行。啊，小规模的呀。嗯，我们这块儿吧，一天一个人5块钱，没问题。关键你啥时候要？你办这红事儿还办白事儿？喜事儿，喜事儿，明天上午。啊，明天上午。嗯嗯。明天上午。哎呀，明天上午我们有个出大殡的活，我人都派出去了，你只能下午。没问题，嗯，行吗？啊，行，你交点定金吧。多少钱？5块钱。5块钱。啊，我给你开个收据。好。哎，啊，明天下午2点半，嗯，雪琴饺子馆见。没问题。啊啊，好，慢走，老哥啊。张大夫，哎，前几天进了老药山得怪病那个死者，地址找着了，就这个。他只是写了村名，没写具体哪户啊。行，这个就行。我到了打听打听，应该能找到。按照咱们这儿的习俗啊，
估计他们还没下葬。啊？你要去啊？啊！哎呀，我上次呢送到省城的样本量太少了，我合计我这次去劝劝死者家属，给他们做做思想工作什么的，他们应该能同意做个尸检。那你自己路上小心啊。放心吧，先走了啊。哎，慢点啊。放手！不走！这山里啊，就不走。不要说进山发大财，这就叫人为财死。他进什么山呢？什么山？老药山呗。那老药山闹鬼，谁不知道啊？就我家大黄狗，让他再进山里都死了。那真可惜。可不是咋的？那大黄狗让你给吃的？都变成那样了，谁敢吃？让我给埋后山。我找过死者家属了，还是没能劝动他们。但是跟死者一起进山的狗也感染后死亡了，采集的组织已经寄出去了，那就麻烦你一并分析化验了啊。行，等你信儿。老四还没回来，不会出啥事儿了吧？也跑了啊？老五揣着枪拿着钱跑了也行，老四身上拢共10块钱跑啥？老三去找找老四老五。老二啊，咱俩得弄点钱去了，现在这个时候没钱啥都干不了。大哥不行，舞厅老板那儿咱再借点。咋说？人跑了，钱没了，枪丢了，丢不丢人呢？压看，不买别盯着看。你瞅啥？流氓啊！专盯大美人看。你们俩这不是同款吗？我这不是批判着看吗？我也看出来批判了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没事儿，不过分就行。哎，你说咱们这有没有那个教破案的那种书啊？你这也不叫大师了，你这兴趣转移挺快呀。有没有？看这个，嗯。金中外奇闻异案大王，这啥书？全。啊？毛毛上边有个人。啊商全亮的全。商大师认真研究学习呢。这以后真打算进公安局？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的。哦。
到齐了？就我们仨人，咱们预定的是小规模的。当多少人呢？那咱走吧。大姐呀，给桌子饺子先垫吧垫吧，出了一天的大病呢，啥还没吃呢。可不是咋的，饱吹饿唱。我自己还饿着呢，别耽误干活了，走吧啊。咱们是到地方再吹呀，还是现在就吹呀？到地方再吹，走。刚成年，哎，想不想找个好对象？我可不想找。哎呀，找吧，早点找能找着好的。你瞅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？你瞅你那虎牙一笑，你瞅你那猪，哎呀，我就一定给你找个好对象。哎，我跟你说实话。科长，科长，不好了！有人偷看女澡堂了。走，抓人！把厂大门都关上啊！把所有的大门都给我关上啊！好，别让任何人出去。哎，姐呀，煮个饺子也耽误多长时间功夫。哎，别说没用的，赶紧吧。是这儿吗？就是，对。来，走。大爷，谁呀？开个门。这干啥的？送那个锦旗和两元器。保卫科说了，今天不让放人。哎，老张，我的事，我的事，开开门。哎，不管是谁，要想开门，找你们科长去。哎，老张。哎，姐，那什么，我想想办法啊。啊，暂停吧，暂停暂停，哎，暂停暂停暂停啊，我去去就来啊。老师啊，你搁这干啥的？我那什么，赶紧去找流氓去，哎，快溜去啊，快点。那个雪琪的，我这边有个行动，等行动结束了我就过来啊，你稍等一下啊。那个饭点快到了，该上人了，要不改天吧？那也行，那约队那哥们儿，明天再来行不行？哪天都行，你给钱就行。不是，不能再给钱了。你今天该听着的没听着啊？你听着就行了。走。走了。那雪晴，你这样吧，你把那个表扬信和那个锦旗给我塞进来吧。自己上交啊？啊。这能行啊？没达到预期的效果，但是反正这也是物证啊，我见义勇为的物证啊。啊。啊。来吧。给。啊。那个锦旗，我那锦旗从上边扔吧。哎，好啊。全年无事故，这刚开完会几天呢，就出这么大个事儿，人没抓着，连个影都没看着，还有你老张。你刚才在门口逼逼晃晃，你干啥呢？啊，那个我为雪琴饺子馆办了一件见义勇为的事儿，他们给我送表扬信和锦旗来了。你写的啥呀？商工全亮，见义勇为。啊，你挺行啊。谢谢科长。那个小子当时是特别嚣张，你更嚣张！自己厂出这么大事儿你不管，你还有脸到外边多管闲事儿？不是，你去那小馆上班吧。从明天开始啊，
加强安保工作，严防死守，听见没？听没听见？是。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这个流氓的长相？嗯，反正就长得挺磕碜的，一看就是坏人。说的具体一点，比方说五官呢、啊，脸型啊，头发长短呢、啊。啊，具体一点，脸型有点方圆。哦，方圆。嗯，眼睛，嗯、单眼皮儿。单眼皮儿。眼角吊吊着。哦，还吊吊着。他有胡子哦，胡子好。嗯，长得有点黑。黑。嗯嗯，头发是长头发。哦。嗯、大概都得到这。哦，到那儿好。嗯。你们保卫科能不能给我们做主啊？放心，同志，我们是人民的卫士，我一定要亲手抓到这流氓，告诉你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人呢？把人家的荣誉往垃圾桶里头扔。坏蛋，王八蛋，走走外卖。哎呀，我走走外卖。哎呀，哎呀。还得练。一把枪生了锈，在南上躺。一个人念了旧，在南极昂。最难的不是撒谎，最难是优雅假装。你可知道我已经不能够再坚强。把枪生了锈，在南上躺。一个人念了旧，在南极昂。最难的不是撒谎，最难是优雅假装。你可知道我已经不能够再坚强。一刀下结了疤都不免心伤，一个家烧了它该如何收场。最难的不是相爱，最难那是遗忘。你可知道我在又会诉说你衷肠。我们浮浮沉沉，兜兜转转，撞人海和人墙，起起落落，云都转向。四处无人的时候，我才敢露出胸膛，任眼泪在夜里肆意地流淌。每当我再想起你，我心里仍不免紧张，才发现你成了胸口的一处老伤。原来你是我胸口的一处老伤。